年轮蛋糕源自德国，风靡日本，现在不用出国，在台东正气路山野屋门市就买得到。许淑娟夫妇从日本引进机器及生产技术，并经过日本师傅明田家夫的指导，自己也用心研发，解决材料、火候等问题，建立起山野屋年轮蛋糕的好口碑。感念师傅明田家夫的栽培，许淑娟夫妇要继续在年轮蛋糕的制作上努力精进，秉持着师傅的精神，把最好的年轮蛋糕呈现给顾客。很高兴就是把他的所有的做蛋糕的一些技巧跟一些特殊的方法都教给我们，那有这么好的师傅教导，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充满幸福感的年轮蛋糕有原味香草、巧克力、抹茶、苹果、波纹等多种选择，直接吃之外可搭配茶或咖啡食用。幸福随着一圈一圈的年轮在口中扩散，入口之后化作绵密的甜香。除了年轮蛋糕，许淑娟夫妇也自行研发四五十项产品在门市贩售，让客人来到山野屋带走满满的感动。